欸，你看你头发怎么回事？你牙齿痛啊？长智齿，然后牙龈整个肿起来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今天来拍三餐吃贡丸，所以早上一起床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来煮贡丸。今天的第一餐贡丸，哦，以后三餐都有妈准备好了。好吃哎，能不能吃？他现在没法吃啊，我现在连咬东西都不吃。以后如果你男朋友很会吃贡丸，你会觉得加分？没有，好好吃哦。那你吃一个，三个有背光哎，吃背光，这样子呀？好吃吗？我们还没咬，你就问我好吃吗？你是过完超的吗？不是，吃超过了。好幼稚。有人早餐就在吃贡丸的吗？没有。好，过来吃贡丸。跑到后面了。你可以跟。一中最会吃贡丸的男人。如果你隔壁同学只逼你吃他贡丸怎么办？我会揍他。我会揍他。好不好吃？不好吃。不好吃，你完蛋了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。这是什么口味？这原味吧。吃了一半，剩下十颗左右，中午来继续吃，好吃。哎呀，你把它吃完了。嗯，你把它吃完。好，各位，现在是第二餐贡丸。现在几点？现在下午。因为刚刚中午我机车爆掉，拿去修，修了4000块，不及吃。因为太重了。不是，因为太瘦了。要不吃我的贡丸？好。还不错，很有弹性。最近看片什么时候？我刚刚跟你讲，哦，一定有看。今天早上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男生一起吃贡丸，好特别的画面啊！硬汉蛮硬，硬的。你说硬汉兄弟哦？结果他出场这勇者世界用啊！最后一颗，那就晚上见，拜拜。好，现在呢已经回到家，因为今天晚上没有客人，所以就是回家吃。刚刚回到家之后呢，又煮了10颗贡丸当做今天晚餐，因为它手工丸，所以它每颗的大小会不太一样。你看，像这个比较小，没有？嗯，好吃哦。嗯，嗯，这香酱很好吃。好 ，OK，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餐都是贡丸。那这次的三餐贡丸呢，是从一级玩家这边购买的，我会把他的资讯放在这边，大家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去订购，他有非常多种口味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，中途那边有发布新影片，可以过去看看哦。那就这样，我们每天都发布影片，我们明天见吧，拜拜。